让四方懊悔不已。如果一个墙两个窗子代表哭字窗，就像我们哭这个字一样。你有什么事情是让你真的想哭哭的？有，一定有，就是剧本出来，哎，今天晚上有，今天有，今天有，进棚哦，晚上这个睡。后来有一步就把你洗掉。在新的一年，大家都希望各方面发展顺利，而哪些人容易错失良机呢？如果是在真的姻缘成空，为爱财空，排行第二名容易错失良机的叫远行投资，两手空空，38万就是工作放空。升官落空，演艺事业虽然顺遂，但始终无法更上一层楼，总是错失良机。究竟是家中风水哪里出了问题呢？布里亚里昂还是还蛮舒服的。对啊，我觉得我们台湾冬天真的好舒服哦。是，可是今年的冬天怎么感觉都没有很冷。也没关系啊，我觉得温暖是件好事，大家才不会啾啾，你知道吗？文雅文雅啊，还出来了那啾啾姐。啊，文雅，你好，心态加油。对啊。可是今天的委托人的这个家怎么这么难找？好难找，而且这每个社区看起来长相都一样。是哎。对啊。怎么办？我们这样一直走也不是办法哎。啊，这门牌都好像哦。对。哎呦，前面有人，还是不问他、啊？哎，好哎，好不好？哎，阿贝，阿贝，阿庆，哎，那个大叔，哎呀，欧巴，那我们叫年轻一点好好好好。哎，帅哥！哎 ，It's me. My name is Mr. Handsome. 有什么事需要帮忙的？你是东一个，刚洗眼压低啦。我这个走传统的这个复古风啊，是哎，这件还蛮适合他的，觉得很适合你啊。而且这件就是穿的比较像风水老师，很实穿，是很像寿衣啊。哎，寿衣到了，我情愿当牙医也被当寿衣，好不好？哎呦，哎，你说的寿衣是哪个？看医生，就是那个宠物在看医生，毛小孩的，对。我以为是躺在棺材里面的寿衣嘞。得啦，大过年的，是哎呀，你穿这个很像风水老师，整个有质感嘛，而且你讲的话人家一定会信。对，以前讲的话没有人会信，现在大概十句里面可以信个半句吧，才半句哦，啊，不然我们找汤老师好了。汤老师，汤老师，讲到汤老师，我们今天不是汤老师？对啊，我记得是汤老师，怎么会是你？他在卖水晶，没有空来。真的吗？水晶可以交给别人卖就好了。他今天看风水这样。哎，我觉得你满脸的怨气耶！对，没有啊，是酸哦。不然怎样？早就不爽你们两位了。没有，真的这个有它的特色啦。对啊，互补性。铁三角，你嘛，还有谢老师，还有那个汤老师，对不对？所以，怎么出？大师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吵到你们在念经，是不是？打扰我们清修了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太大声了。就是，哎，让你们久等了，就你是。哎，少林寺的吧？你是那个嵩山寺？我常在电视上看到你呀，你是那个什么方啊？我方糖，方糖，方块酥。啊，不是有一个方字啊？什么方啊？一方啊，不是二方。二方方是宇航。我还四面八方，四方哥。托人啊，真的哇 ，Angiki 呢？配合詹老师嘛。怎么？你不是在演戏很忙吗？你怎么？我看你开计程车开过来是。是啊，经济比较不景气，就是我没有戏的时候都开个计程车。兼的都计程车。兼着对，跟我同行嘞。在。哦，你这个计程车，你有点过分。来 ，Uber 是不是？我在开 Uber 啊。哦，电动车。买到你这家了。赔钱，肇事，罚钱。哎，去帮去嘛先听嘞。等他很久了。老师，我跟你讲，刚刚我们是逮到机会可以过运哎。对啊。你要知道，很多观众朋友机会来了，很怕错过，怕抓不到这个机会。我们今年是不是在我们节目也可以公开一下，到底哪一些人呢？他的运气可以很好，可以抓住机会。到底是哪一些人？重点除了风水外，他们家的风水小毛病特别多。那重点是今年很多人会跟好运跟财运擦身而过。那么我除了提醒大家之外，还教大家一些开运的风水秘法。是。
把他钱财、爱情、事业一把抓。豆豆是我们是方哥啦，对不对？其实，在演艺圈是奋斗蛮多年的时间了。大概有多久？差不多。大概快20年。20年。对呀、啊。所以大家其实对他都很熟悉，很有印象，因为就是那个就类戏剧演非常的多，而且都是主角，对，类戏剧收视率都很高，所以他家的风水是有很多小问题啦。对，大问题听说是没有，没有问题，没有没有大问题。对，那小问题会就影响风水，影响财运啊，小人啊，或者是小人啊，运气啊，贵人都不见，都是嘎到啦。嗯，哎呦喂啊！重点是你是几点生的，赶快回去查一下。是，等一下我们就有几点钟生的，来了解一下我们七年。有什么事必须要避免，有什么事必须要掌握的，好的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把这动先机带进去。今天的委托人四方，活跃于乡土剧与类戏剧中，令人印象深刻。即使叫不出他的名字，也绝对认得出他的长相。但看似顺利的演艺事业，却也常常错失良机，与戏约擦身而过。究竟是家中风水出了什么问题呢？你们请，你们请。哎呦！你就这么说吗？两大喜贵也两大啊！对啊，两大两小，两大两小，两小不高嘞。我来给你那谁哦，都是小朋友的玩具。对。当初怎么会有什么机缘巧合买在这里？哦，在拍戏的时候，那个一个演员啊，我就问他说：“啊，你是哪里人？”他说他南部。我说你这样来这边拍，因为他是有一段时间要拍，要一个礼拜两个礼拜。我要。对，我说你住哪边？他说。我妈妈帮我买房子，我说在哪里？他说在林口。我说那买多少？他说大概700左右。我说那也是大楼啊，大楼还是什么？他说没有啊，他说是透天。哦，所以你就想想说，哎，这个价钱可以买到，然后买一个透天的很好，又有车库，然后又有4层楼，麻雀虽小了，什么都有，可是比较窄，好窄了，真的蛮窄的。那你住进来之后，有觉得整体的运势上面有什么不一样吗？会比较好啊，当然是有自己的家。对啊，那找我们来干嘛？有比较好，你还找我们？来。没有，请你们来就是有一些需求。重点是他的客厅的背后，讲了半天有没有？老师，你讲。梁丫头。对呀，而且那一根是什么？冷气排水管。冷气口。啊，怎么会在那里？好怪哦。因为没有装冷气啊。OK 哦。有装冷气就会把它像长骨刺一样把它修掉。哦，好。今年夏天就会装冷气了。对，因为太热，真的受不了。有靠没有山，很可惜。嗯。那你这边就是佛祖，佛祖面壁思过。哎呦。所以你这里要摆幅真正的山水画。山水画。然后水往右边流。哦，这边哦。往这边流。往那边呢？往那边就流去了。一举三得。有三可靠，贵人，逢贵人。二顶这个梁，免于这个头泰山压顶。第三个，佛祖不用面壁思过。哦，可以看山水，一片远景，迎神的意思。啊，这样向明艳是不是？因为它的环境一就是向天，神从天降，迎神，迎祖先。二，你的佛祖的佛桌尽量向人的出入口。那代表迎神的意思。它这里不但背门，而且又没有向天，而且又不能动。背向那个入口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入口在那边嘛，背向入口，又没有像我们说的落地窗，对，这种迎神的力量跟祈福力量稍微弱一点点。那么在不能改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在它前面放个山水画，其实就是为我们的迎神呐，开一片天的意思，有形就有灵，我觉得是加分的。新民家给你波比啦，对，一个山水画等于就是画掉了两个煞，哇，不错，三德了，三德，帮你开天辟地的意思，所以这个是重点。是是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新老师，我发现我们坐在这里就是有一种好像被冷冷的，对对，背部冷冷，对不对？对呀，坐不住，对不对？你没感觉，所以我挑这里坐啊，梯字梁好梯哦。除了梁丫头之外，后而且它这个是大梯耶。对啊，真的这个梯字梁太可怕了，然后后面也无靠，是坐在走道上的感觉。对，而且你会觉得后面真的很凉，有没有？就觉得好像很多小人。后有门，后有侧，然后上面有个梯字梁，坐在这边是长的代表男主人地位，短的代表女主人，所以代表女主人老婆的压力大，而且犯小人也很严重。老婆犯小人，还是我犯小人？你两个都犯，一个是没有靠山，一个是后无靠，对，很严重。是梯字梁直接在头上，
也代表血光外伤要注意。所以你在演艺圈这么久，没有一些什么大哥啊，或者是大姐来照一下啊，帮你啊，提拔你一下？对，其实有啦，之前有，可是像你讲，是有时候就是不是也不能说别人是小人啊，就一些因为一些事情，所以大家就没有联络。就是说，本来一些 case 或者是一些戏已经要找你，后来他冷不防就他也去剃光头，自己啊，对啊，他是帮人家骗你，被人家。就是拦腰了，拦腰就对了。对对对，啊，这种在演艺圈很多啦。多啊，是啊，因为他自己打电话来的哦。他说有一个我南部的一个手游游戏，蛮大的那个公司是游戏，他说要找我演个角色，自己打来的哦。对，拍个广告，价钱都谈好了。前一天，后来他说，哎，角色换了，他本来要张飞，现在换关公。哦，所以你本来是演张飞就对了，刘备了，对不起。对啦，张飞啦，张飞了，换了嘛，所以就连搭档也都会换，这样对，就是这样很傲啊，蛮多的哦。工作上门却惨遭变卦，该如何才能抓住机会？煞气引发憾事，让四方懊悔不已。如果一个墙两个窗子代表哭字窗，就像我们哭这个字一样。你有什么事情是让你真的想哭哭的？有，一定有，就是剧本出来，哎，今天晚上有，今天有，今天有进棚哦，晚上会睡。后来有一部就把你写掉。张飞就对了，刘备了，对不起，没有对了，张飞了，张飞了，换了嘛，所以就是连搭档也都会换，这样，对，就是这样很傲啊，蛮多的哦，真的，都会嘎到嘛，嘎到就不能拍了。哎，这个谁跟谁？比如说，我现在有手上有之前有两部，两部就是大概线上的，就是现在拍，嘎到。搭到就瞧久就好啦，可是瞧久了，因为你不是你不是主线，那就把你洗掉。基本上我跟你解释一下，是先把这个两头要挂五帝钱，好，两头的挂五帝钱，是那个挂之前要到蒙甲卖万华没买就可以了。对，只要是五帝钱，地下街、国际用品店都有。到拿到这座庙里面的主炉，过火三圈钉上去。是。哦，这第一个重点。第二个，你这个客厅从这里看来，门窗是走道没有财位。你这个后面可以做一个屏风，屏风那么形成餐厅的财位，这里的财位，后又有靠，只是一个屏风而已，坐到这个地方，坐到哪？这儿，坐到椅子的这里，对对，就可以了。那么这里就形成一个财位，那么就这边就可以放一些金洞啊，对对对，聚叫做藏风纳气的一个好格局，可以聚财，对啊。夏天呐，夏天可能这边凉，这边我可能会做一个拉门呐，对，装冷气啊，对，怕冷气跑掉的，对啊，对对对啊，也可以。把这梯子长弄掉啊，人这椅子挪进来一点，对，就没有阳梁压住啊，就是像有隔有内外，就是做不管你怎么设计，就是做隔板就对了，隔板好不好？对啊，而且你财位是在这边吗？财位，对啊。老师，你再到坐在我的财位吗？对，东西。哎呦，哎，哦，厉害。是在那边吗？财位是这里吗？对啊，没有，这里已经成空了。哦，但是你这边屏风一做了就有财位，财位这里，对对，财位了，很可惜，好不好？是三角形出来，金洞这样也 OK 吗？金洞可以放出出出出啊，哦，出出斜斜的，好斜一点，现在马上弄。出家，哎，出家，出家，好好好，家婆代役哦，拜谢拜谢，下面闽南语，你打工代役啊，好，拜谢拜谢，谢谢啊，这样对不对？有邪心，对呀，哎，最时尚。最公的也是去财神庙，北港那个财神庙，他求对对，他说水哦，每天就是要让它注水，但不要让它断掉这样。有有有，对对对对对，水财水财嘛 ，OK 嘛哈。啊，你客厅这里哦，尽量哈，不要这么多东西啦哈，小孩子太杂了，小孩有小孩的游戏间嘛，客厅有客人的一个停留的地方嘛。最重要是你那边是不是厨房？是，对。那这也是跟客厅，对，厨房客厅没有做区隔。我们称它为灶堂同工，等于是在客厅煮饭烧菜的意思。是男主人脾气烦躁，脾气容易烦躁，躁到
你会吗？就到一个年纪都会烦躁，哪一个更年期吧？看起来很年轻，好不好？你不会吧？你比我年轻好几岁。他跟你们比，那你比较年轻了。好会讲话嘛，是啊。对，你应该是本来脾气就是比较直一点点的，你比较火。是啦，是啦。对，可是就是说的，年纪大了之后会有一点修饰啦，有些什么事情就看开一点，没有那个。但是当然会为了一些小事啊。生活周遭一些压力，然后当然都会多多少少都有。最近一次发脾气是什么？尤其是你像有时候在开计程车，真的遇到一些 OK， 应该哦，那真的很多，那真的很多。对啊，那上来喝醉了，那就是不知道有敲到你的那个椅背，一敲，那我们就看一下嘛。他说，看下好了，另一个人敲一下。他说什么？看下嘿，那到底谁是演员啊？不是，他看，我东西看啥？好了，你讲，你有意见的，你有意见的，就是呛你啦，在挑衅啦。对啊，我说没有，他朋友，他有朋友啊，人家有没有怎么样，人家养家活口，你在干嘛？对后来他说，那个另外朋友说，哎，你那先下，他说你待会下车你要跟他讲你要去哪里。他说你别玩肉了，你那亏不掉，我没得跟他怕。你就是那怎么办？像你遇到这种客人，就忍呐。第一种就忍，第二种就跟他 K 了，真的。啊，不能对，不能这样意气用事。要戴安全帽。其实哈，很多计程车司机真的是非常的好，为人开客人家司机起规家会呢。对。自家好爷囝好心拢抬白行嘞，真的很辛苦。我有看过这样子的计程车司机爸爸。还是要忍嘛，对，就是 OK， 我们当不次。对，有时候像我们遇到的，比方说老师啊，有时候也就太机车了，有没有？你要忍啊，对不对？哦，也是是玩机车的，对。对，是做单位。有时候记者我们也是会忍，一样，各个行业都有它的难处，对，我们看要还是要忍，对，心态去面对，没错，对，心态。那到的时候，哎，我们想说没事啊，到的时候，他钱给你了，钱已经给你了，还要下车，还一直瞄你，一直瞪你，对。他在找茬，他就是看你后视镜这样，下车我们开完之后这样，还是这样，对。你看他就说怎么样？都在找你了，那你戴墨镜就找茬了，戴墨镜就好了。不要理他，他喝醉了吗？就是他喝醉了，不要理他。是的，应该是鬼上身了啦。对，不是他自己了啦。对对啦，这没错。对啊，用这样的心，就很多啊，这个东西是很多。所以遇到像这种，真的要就是大事化小，小事化。所以这个老师你要看一下，到底要这个风水上要怎么样化解这项，怎么样让他就是小人不会来找我们，去找别人不一样，就是真的是修身养性，不会容易起大。机会的，这拍会吗？我们知道风水嘛，客厅代表男主人的运势嘛。是，如果男主人每天都是油烟啦、污垢啦或废气啦，充满了整个客厅，对他的运势是不好的。对，我们就以现场来给大家看一下吧。因为我觉得你们现在的确有一些油烟的问题。是。你们可能没分开，就是东西上面都浮一层油，灰尘，就是都黏黏的，都是黏黏的，都是油，基本上有灰尘，有没有，都是黏黏的，都是油，都是油啊。反正你自己是不是有自己啊？有，蛮油的。对呀，本来油到全身去了，想要用那个什么对来屏风啊？因为我们这里，因为这个厨房有没有看到这个灶？进堂建灶。常见灶，那我们今不可能做门的情况下，100%是自己做门，100%是自己做门。那不行的话，这里至少做个雾面玻璃或强化玻璃，把它挡，让它的油烟可以往外流，不要往内冲。那么灶火不会外漏，那么我觉得对男主人的运气是100%加分的。对，而且你每天坐在那边吸这一些油烟味嘛，对啊，其实都是我在吸的，是我在煮的，你在煮的。而且那里也是全家人吸啊，是啊，小孩也会吸到啊。对，我觉得还是本来想要让他坐起来，坐起来可能还是感觉空间比较小。而且老师，我觉得他有另外一个问题还蛮严重的，你看这个。洗手台这个水是往家里流还有救，但它这个灶火后面有厕所，有灶火，这是厕所，对厕所，对，对，水火冲，知道吧？水火冲的情况之下，这里是有个空格，对，是这里叫系统的过来做个板子，把这里做个门，有没有？那么灶厕不冲，然后水火分隔，那么 wonderful， 那么堂不见灶，灶独立，堂大灶小。男主人，男大女小，男外女内，
那么才管得住老婆，也能够照顾老婆。嗯、是啊，阿婆，你莫嫌你高慧，管不上一点啊。对哦，是我这高慧。你干嘛挑眉啊？哎，你现在在演哪一出啊？就是你现在年纪大了，你现在年纪大了，扶墙走路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。等再年纪大的话，可能老婆就会翻墙出去。真的哈、哦，老婆变蜘蛛人，对不对？要红什么出什么？那我可以这一个，真的，我们讲真的，就是你跟太太的感情之间。所以你刚才都讲假的吗？你现在讲，刚开玩笑的嘛，公生情啊。我不是真的在关心你，就是说跟太太感情怎么样啊？说真的了，还不错。你们结婚几年？大概3年。3年哦，那我还幸福小夫妻。做老夫少妻，通常感情都会好，不是疼他嘛，不跟他计较嘛。对，但我还是会计较。说真的，结婚初期15年是这样子的，第16年开始就。哦，那是你超过15年了吗？话没掉啊！他在亲身，他就现在讲他自己亲身经历啊！我以为你讲他要亲身的，吓我一跳。嗯，他在我们亲身哦。第16年开始变的，啊，第16年开始变的，有点把持不住了。我想问一下，下一集是屈老师在家看还是？哦，早就看过了，然后每一集都想骑哈雷离家出走。你跟老婆怎么认识的？是人家介绍？所以没有哎，追的自己。对啊，就是对，我们是网络认识的。哎呦，网络。对对对，社群网站都是社群网站，请你要卷舌，社群网站呀，是社群。哎呀，你刚刚让詹老师兴奋了一下，想说是哪个网站？站了，可以告诉我吗？他也想上去看一下。因为我在那个网站有看到詹老师的名字。啊，太多人仿冒我了，哎呀，太多人仿冒我了。哪是那么好呢？哦，是这样认识的，是，然后就见了面之后就觉得哇，彼此太投缘了，我们就是也没有，没有，我投比较远。不是，他刚开始也说没有啊，我只是他有没有认出你？他认识我，他知道我在拍戏，可是一直说我出去认识之后，他觉得说他跟他家人讲，嗯，我说没有啦，这些没感觉啦。哦，后来是你的真心打动了他就对了。对，后来出来见面几次之后，可能聊天啊讲话 OK， 他觉得。可能我们不会太假了，就觉得像蛮投入啦，这样，哎，慢慢走，慢慢走，慢慢走的，嗯，对，就觉得要嫁给你了，你也要娶她，对，你看两个宝宝，因为人家说，比如说你说社群网站内认识的都是假的。比较虚拟的，而且不会，我认识的都是还是有，还是要做好事啊。说真的，看什么样平台。网络上虽然诈骗盛行，但依旧有可能出现真爱哦。而若家中为开放式厨房，除了油烟会影响健康外，也容易造成家人脾气烦躁。最好用木板将厨房与客厅做区隔化解。接着前往未来要作为小孩房的客房，而其中也暗藏了巨大煞气。来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哎，那这一间是什么？哦，这是客房，以后要当那个小孩子的房间。哦，以后当小孩的房间。对对对对。那也一定要看一下哎。对对，这妈妈妈妈老师。是有人在哭啊？哎，小姐嘞？小姐，怎么又上来？小姐是不是在楼下还是？是。哎，好像是这一间的声音哎。你怎么对小姐这样子？没有了，是。你刚刚对他做什么？在这房间？没有，我都一直在下面了。啊，他我就在里面哭。彩文姐，你衣服穿好，不要进去了。小姐，你这个禽兽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是他不是你讲，是他逼我的。你干嘛这样啦？不是啦，一个床你又哭。对啊，你衣服穿不短了，衣服穿的不是，衣服穿的多才哭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进来这个房间，我就悲从中来，就很想哭。悲从中来，对，一坐上来就这样哭，就很想哭，就一直哭，然后就会想要。你们两个会不会想哭？我看哭，我推，我糟糕了，我也想哭，为什么这样呢？这怎么老师这样子？就在你们三个人背后嘛。客房何种煞气，竟让主持人悲从中来。
展运势，哪些人会错失良机呢？如果是在真的姻缘成空，为爱财空，排行第二名容易错失良机的叫远行投资，两手空空，38万就是工作放空，升官落空。两个会想哭，我看他哭，我突然又哭，好了，我也想哭，我也为什么这样哎？真的吗？老师叫你们两三个人背后嘛？哎呦，哭痔疮嘛？哭痔疮哦，两个窗户哭，两个窗户在同样一个方向，好怪！哎呦，难怪你一进来这个房间就想哭。哎呀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就是这个哭痔疮啦。真的很少看到这么大的哭痔疮哎，对，所以我会大哭啊，触景生情嘛，只剩窗户了耶。对啊，因为是不是建商的偷工减料挖那么大的洞？也不是这样，不能这样讲，他是希望采光好一点，透光好一点，但是用心良苦，但是却成空，从风水的一个成空。对，重点是我们说哭痔疮，门为口，窗为眼，是一墙一窗是正常的。如果一个墙两个窗子，代表哭痔疮，哇，就像我们哭那个字一样。为什么哭呢？因为这样子会没有财位，那么这样行人没有财位，人没有钱，生活就产生危机，是，也许就吵架，是，也许会有争执，就泪流不止的意思。封一扇窗是不是就好了？对，基本上。老师，对不起，我这里上面我还特别，它本来是那个都是些不是梁。管线，哦，我请人家做起来，哎，聪明，聪明的，没办法，他说我们没有办法弄，自己这样弄，所以本来管线是外漏的，外漏，可是感觉他没有做很好哎，对啊，还有钉呢，没有，就是请人家来钉那个板子而已，钉板子，那油漆我自己油漆这样，哦，对啊，我刚开始，对，这样把它封起来是好的，去形除煞，把梁刀化解，但是铸刀又横生，对，然后又哭痔疮，破财连连，不聚财，所以我会。建议你应该是把这个窗做一个封闭，封起来，至少也要用不透光的窗帘做一个包覆，不透光的窗帘，因为你这个床这样睡的话，它也是背窗，以后头是会痛，然后睡不好，是，然后你封了之后呢，这个床没有人敢睡，睡的人非死即伤，难怪我朋友来一次就没有再来了，对呀、啊，可能已经住院了，超长这么长了吗？没有，而且很少联络，对不对？对，打电话没人接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搞不好就换电话了，小人，对，就没有这种事情。晚上要住这里吗？哦、oh, no, 家里还够住，还够住啊？那怎么办呢？你们看这是不是个铸刀？对，这边是一个铸刀，直接切床，对，两个铸刀夹这个床，哇，这个睡着的话，哇，把这个铸刀这边要铺平，然后这个窗子封起来，封起来。对不起，老师，我用这个，你说这个窗帘可以，可以吗？但不能再拉了，不能拉开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怕你手痒就拉开了，对，有可能，我都拉这边就好了，对，把床头放这里。床头啊，这里，好像因为这个铸刀已经不见了哦。那么床头放这里的话叫龙洞，哦，虎聚财，前无窗后无门上无梁。若一面墙有两扇窗，则形成哭痔疮，容易让屋主发生伤心难过的事情。最好将其中一扇窗封住做化解。而房间铸刀切床，容易影响健康，最好将床头转向做化解哦。你看，我们还有门对门哎，老师。对呀、啊，门对门这个是，那你可能修个窗帘可以吗？来久了就会吵架。门帘，窗帘，门帘，门帘，可以吗？门帘。对，那我们要关心一下妈妈，因为妈妈虽然一个月才来一次，那记得把这个房间做个门帘，晚辈的房间门对门做门帘，过膝盖比较不会过膝盖，过膝盖，好不好？妈妈那边有了，这边好像没有。晚辈，所以把它我把那个拆过来就可以了吗？对，可以，可以，这么简单还要问？还是问一下，他是谨慎了，对，非常的
严格又严谨，对不对？加上一点反应慢啊，反应慢，反应慢，反应慢啊，台词记不好了。没有，他再三的确认，不能，因为不能再大意了，小孩一下就大。不是开玩笑的，好不好？工作要越来越顺，顺，看能不能一档接一档，不要说有嘎到这样。所以这间暂时不用的话，你要求比较多。啊，真的吗？嘎到是好事，嘎到是有瞧开就好，也是瞧不开。对，我是问这个人是瞧不开，瞧不开就把导演瞧开。这是换导演了，对不对？你哪里来的能耐？对啊，凭什么换导演呢？对呀，导演最大哎。对啊，宁可换你也不会换导演。导演对不起。你去看妈妈，小秋要看妈妈。所以我实在被换掉。导演说到隔壁间了。哦，导演。我爸没来哈。我是点了，不会点了，他不规律的，不是啊，但是他想来的啦。妈妈这样，就车一砸都在跑了，丽的，不孝，哪个不孝？这样你应该没有很想妈妈来这里，对，怎么说呢？为什么你们为什么两个要这样欺负他？对呀，为什么欺负我？这个床怎么放的？对呀，哎呦呀，天哪！是这样放吗？对呀，你这样放真的，你要放，你要放。不是，最重要是他放的那个东西，不是就在赶妈妈走吗？金城武的照片啊，照片嘛，你看，金城武啊，你看，谁人没过去啊？你这样妈妈，妈妈就会不好意思再来，因为太伤心了。太帅了，怎么把儿子搞成这样子？其实不瞒你说，这是我爸爸的照片。你这是多久以前的？去年拍的。话题吧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妈妈已经摔很多次了，都不会破。我也想摔床上，妈妈每次来的时候就啊，都不会破。按照按照啊。哦，这里都被人家吓垮。那好。礼貌性，礼貌性的啊。哎，你他以前算帅的，是不是像杨凡？像杨凡？像这个就有像杨凡吧？是杨凡走进走这样子，走肩，被卡车碾过，走肩，走烧肩啊。他以前算也是型男，对啊，就像我年轻照片一样，跟王大陆很像。王大陆，我也不太愿意。你是萧大陆？王大便吧。这个报纸都已经讲了多少次了？哎，那你来去大平台，我看像不像？要满满的，那你满满的大平台哦。不像，那大平台，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，为什么妈妈一直不来睡吗？因为床头后有门，睡起来会心神不宁，安全感不够。还好妈妈有一点点一点点年龄了，是，否则脚又像疮，私处外露。妈妈一直有年龄。有一点年龄，妈妈都有年龄啊。长辈啊，如果这种新婚的话，或者未结婚的话，哦，脚像疮，私处外露，也是大烂桃花。哎呦，那你这个床其实转过来，这边放床头，嗯，是，这边放床尾，嗯，这样睡，这样睡，龙明亮，虎聚财，后无窗，前无门，嗯，妈妈健康又幸福又快乐，妈就长，你就是一个不孝的。儿子，不是，我想说哦，很奇怪，这床一放哦，就刚刚好。如果放这样，是就又跑出来了。这些就是他的迷思，就是门会切到一点，切到对啊，脚会受伤哦。越接近门，头越接近门，风寒、干扰、失眠越严重。嗯，你把它移过来，这里又没有柱，没有梁，是。你就硬要把妈妈的头放在梁下面，对，就是有打电话给你妈跟道哥道歉，对，你这不孝子，不孝，百善孝为先，你懂吗？对，懂懂。哎呀，所以床要稍微换一下方向了哦。放下，对，照片还可以放吗？啊，照片还可以放吗？还是可以吧？还是我放照片的，我妈才不来的，应该是这样啊。想到你爸爸，对对对，我爸太像了。你跟你爸呢？按爸爸呢？老师，爸爸已经走了。像这种就是后来跟本人很不像的这些照片，到底要放哪里比较好？放在走道。走道。因为走道靠窗还是？走道希望千客万来，希望我们的人潮会真的走到。观众啊，你赶快看，阿姐，阿姐呀，连小孩都在问说：“妈咪，这叔叔是谁？为什么我们家要放他的照片？”对呀。有的，有时候我戴假发，他不认识我，小孩要抱他。真的，真的。所以这些照片就是把它放走道，走道，走道，走道。不小心看到算倒霉的，这好像是泡过水的，泡过马夫林的，而且古马林吧。古马，我是故意吃的，你想让你知不知道？而且他厨房都吃的，他很重视吃。啊，对对。我以前是厨房师傅。啊，真的，那你很会做菜。是，还好。你看那有酒有姜丝就知道的那样。对，那 OK 啦，我觉得能吃也是福。
顾，当然把健康顾好就好了。对，因为去外面吃，我是觉得比较好凶啊。对啊，比较。对啊，不要放什么东西，我们自己煮东西有时候放。比较安心。还有那诡异煞看一下。对啊，为什么有缩翼啊？无头无手无脚的衣物不要挂在房内，对，也会招致噩梦连连。这是我一个朋友。缩翼是不是？我有朋友对缩翼，我朋友跟我讲说，他买了，他去观光地区买了之后，回到家没有地方放，想想他很奇怪，说你要不要给你送礼？对啊，后来我问我妈妈，我妈说。哎，我觉得没有用过，好看了，就是小小的蓑衣，哎，好拿来放，很可爱啦。这样不行，你们就开始蓑衣节食了。哦，谐音哦，蓑衣节食，所以赶快送还给他朋友。不用了，这个难怪他越来越好，把它收起来。没有，以前古时候不是乡下都有比较大的那种蓑衣，是雨衣嘛？对对对啊，那没关系吧？不是放在卧室啊？哦，对，不能放卧室，不适合就对了。对，可是这个好像是装饰品，放在这边。叫你不要放，你不要放，你洗洗，你猛干这一种的。问清楚一点的。这不会的话，不啦，我觉得。你都没听啊，你。好，拍什么？拍照片。有点不清晰。他已经停在。我们都到了嘉义了，他已经在桃园。对，我比较慢一点的。这个问题应该是出现在他的房间。对，还有他脑部的血管堵塞，氧气不够。对，他一定睡觉那个他的床垫有问题。四方啊，你是怎么了？连主持人都快没耐心了。而若是床头背门，同时又床脚向窗，容易心神不宁，影响睡眠品质，而且招到烂桃花。最好将床头转向，便能够一次化解哦。接着来看看主卧格局是否存在着主持人说的煞气问题呢？来来来，这边请，来，小美，你来，立夏，请不是你说的出口？对对，我说的出口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什么？哎呦，楼梯啊，这是巨石。巨石。嘎嘎呀，我敢。对啊，这样。敢过。出门见刀，出门见锯。那出门就是容易有血光、麻丹、官非、口舌。一个踢刀带来四种影响，该如何化解呢？来，立夏，请不是你说的出口。对对，我说的出口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什么？哎呦，楼梯啊，这是巨石。巨石。嘎嘎呀，我敢。对啊，这样。敢过。出门见刀，出门见锯。那出门就是容易有血光、麻丹、官非、口舌。哇，所以怎么解？这里或这里。尽量做我们所说的强化玻璃，或是木板把它隔起来，眼不见为净。这个做起来，防止它叫铅笔水，出门一路下滑。那如果他一样做这种，就不用刷帮哎。这个是防止破财，是这个是防止血光，所以必须一次把它到位做起来。那这个的宽度要比门宽一点，高度要比门高一点点，以我们的门的宽高为基准，好，避免不要的血光，对，好，非常灵哦。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今天找对人了，对呀，好，那我赶快进去吧。开门便见向下楼梯，形成坎鼻锥，象征财水流光光，容易破财，最好用木板做遮挡，同时也能够化解开门见踢刀的影响哦。最后，老师将公布2017年哪些人容易错失良机哦。哇，你看看这一看，我就知道怎么睡了。就是妈妈呢跟两个小孩睡这一个大的，对。然后呢，我们四方哥自己一个人睡这。对，聪明。本来我是睡在老婆旁边，但是姐妹们，你后来就沦落到这一张，应该是这一张没错，不然小孩子会不小心会对滚下来。对，妈妈的考量都是这样，但一房两床又有点，尤其是卧室哦，不一样，尤其主卧室哦。主卧室一房放两床，容易大房娶二房哦，所以你的内心是很想再娶一个的。没有，你不要再害我。内心绝对没有，内心哦，肉身也想，肉身也想，身心灵目前没有这样的想，目前没有啦，以后来我也不排除。来来，两个小孩还那么小，对啊，其实要长大再说嘛，不是，现在过渡时期啦，所以上百没关系，本来是一个而已。
对，那比如说还大一点，尽量摆那个没有床座的，有垫子的，会比较不像一张高低哦，就是如果它掉下来，因为有床座就有床母，就是形成正式的床。哦，如果保留这个床垫没有床座的话，问题会少很多。也是可以拉掉放下，它都掉下来这边。可是这样不是离地板又太近？有30公分以左右的话，那个晦气跟湿气影响比较小。以科学角度来看的话，是好，不然就一样嘛，哈。对呀、啊。那你这个梁有没有梁推压床？对不对？是。所以尤其是虎边嘛，床的虎边是女主人身体也会小病不断。嗯哦，那再过来就是一个枯痔疮。也是枯痔疮，这边是落地的，落地窗，落地窗，对，是落地的也更严重。外面就是我们看到药罐，有，我们看到枯井，有没有？哦，那两个水塔的，对，药罐了。外面的话就用九宫牌或是我们做的凹面镜点红点就可以化解了。嗯哦，那我。前面放那个就是类似人家说法轮那个应该可以，法轮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像类似山海阵类似。哦，那个是宗教派系不同，也有它的作用，不予否定，好不好？非常好。所以，可是你这个枯痔疮怎么客房也有，这里也有，好多枯痔疮。对啊对啊对啊。没有什么事情是让你真的想哭哭的？对啊，有没有？就今天来吧，不是不是不是，对对，你今天来，我请你来庆生，把我的车派过来。你今天来把我缺点讲。是喜从天。就是一些缺点都讲出来，我就是很想哭，很想哭。你拍戏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就挫折？有，一定有，就是尬戏。就是哦，我之前有拍那个，就是有安档的，对，就是八点档，对对对对。我来，我和曹姐我们合作过，是啊是啊，就是那个就我们也合作过啊，热热的来，有妈祖随抠随到的，没有，大爱大爱大爱，半夜随抠随到也太苦了，对啊，就是要随时等电话，所以我现在搬到民视旁边，我直接回家睡，我之前就有拍，就两组尬到，哎呦去拍那个那个叫古装剧，4部同时尬到，4部怎么尬？那没得睡了吧？因为8点的时候不是每天有，那有时候剧本出来，哎，今天晚上有，今天有，等一下有进棚哦，晚上是所以尬到后来有一部就把你写掉了，好可惜，本来就没有了，后来又写出来，说你又出来了，又把你写出来，又把你写出来，就表示有戏了。对，后来尬到那天他要拍日戏。可是我说，他说一两点到，可是我从南部嘛，我拍完之后，他放完之后回来的时候，他说我把你放到最后一场，5、6点，你要赶，那当然，他让你赶，赶完之后他就把你偷偷写掉，他还是觉得不开心，不稳当。当然了，你又不是他们的签约艺人，对，他是要把你写掉。可是你要用一种方式来想，你看人家都1部而已，而且有偶尔才有1部，你是一次要嘎4部，少了1部没有关系，是没错，就是这样啊，搞不好少那一部就是最红最重的那一部，他整个就错失良机了。天哪，你讲到重点，对，所以想请问老师，要怎么样？才可以像你一样都不用干。讲重点啊，就是说如何在这个流年当中去把握自己面临的错失良机的机会。嗯，他能不能一档接一档？不要错失良机，对不对？机会来了可以抓得住。对对，所以以每一个人生的时辰来跟他做分析判断。时辰啊，如果是在辰时生的人，辰时是几点？通常是早上我们说的7到9点。7点到9点。嗯。哦，辰时生的人千万记得，在2017年的时候哈，我认为有呈现一个姻缘成空。为爱财空的危机哦，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会错失良机的前三名，对，前三名，第三名的哈，就是心爱的人远离他乡，或为了真爱。会用钱买真爱，就是叫那个叫什么，赔了夫人又折兵哦，被诈骗了，被诈骗了哦，非常精准哦，辰时生的，早上7到9点生的，还好我不是，一定要记得，麻烦你在你的床头的两侧是持续1个月摆一次百合花，百合花让主卧室的晦气、臭气、杂气去除哦，那么这房事、床事顺利，就不会有烂。桃花的一个入侵，烂桃花的入侵，那么就不会错失好姻缘。再卷一次，烂桃花的，再卷一次，烂桃花的。哦天哪！你知道我在意大利待过，留学意大利，你在意大利有待过？待过啊！你不是意大而已吗？兰巴兔就是排行第二名，容易错失良机的叫生时。生时是如果您是下午3到5点生的，3到5点，您是下午3到5点生的，叫远行投资，两手空空。
两手空空，这可能是到外地旅游 shopping 团团长，全部买到假货或乱花钱，甚至于赌博刷卡一头空，或者是最近人家找你，譬如说啊，赶快去哪里买房地产啊，买房子啊，错误的投资，或买工厂买机器，空空空，所以怎么办呢？在前阳台种植茂盛的盆栽，或客厅的大门前面杂物清除，必有救，才能化解这种乱投资海外投资的危机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只要卷一次手，你就要连卷三次。好的，round八万，round八万，round八万就是寅时，寅时就是我们所说的早上的3到5点钟，三点到五点钟工作放空。升官落空，升官落空，升官落空。为什么你这么蠢？我好想尿尿。尿尿去尿啊！你是前面那棍有无？我是后边那棍呢。差赛吗？想尿。后边一直在教的，你敢袂当较紧呢？自己的。所以在客厅或书房摆放金洞来聚财，或打造一个我们所说的靠山，或是在客厅或这个书房放一点盆栽，增加我们所说的这个气场的稳定，才能够防止这个大功升官落落空。换你讲，卷舌啊！我不太会卷啊，你我卷的不会，我不会打卷，你卷。还是多少多少空，多少多少空，干杯口水啊！所以呢，诚实、生食、饮食的朋友，在今年绝对要把握住机会，要更小心，而且一定要照詹老师的那个化解的方式哈，赶快做一下布局一下。是，其他的就没关系了，其他的都还好。哎呦，那就好险哦！这三个我们都没有。哇，其实今天真的很开心，谢谢老师，谢谢两位。平常是都在拍戏的时候可以碰到四方的，那这一次可以来到你家，好好的把你的风水呢改造一下。谢谢谢谢谢谢。是我看到你老婆这么漂亮，然后两个女儿这么可爱，我觉得你也是真的很值得这么幸福的家庭。你看太太这么贤惠，她又客气，她又把家里照顾得这么好，小孩重点，她租家里在住，大家分工合作嘛。她洗碗，对对，是，对，这样子，而且呢，我们希望。好男人呐，又可以烹饪，买玩具给小孩，又疼小孩 ，OK 了。顾家的好男人，对对对。但是发点是好，其他风水再改一下就更棒了。对，谢谢。那你讲戏约不断嘛，谢谢谢谢。不会嘎到戏，谢谢。桥很开，对。然后一档接一档，到底桥多开呢？这么开。